在六个不同团体，包括了一个开发商和一个佛教组织竞标的情况下，神让位于 Cupertino 的一家小教堂卖给了出价较低的我们。那个教会的牧者告诉我们说，神亲自向他说话，命令他们把教堂以58万卖给我们，并且不要与我们讲价。然后神差遣了一位从未见面的银行贷款审批人，亲自从旧金山突然来参加我们的教会祷告会，受了圣灵感动，经过了不可能实现的过程，却成功地完成贷款之后，我们买到了第一个家。原来这位银行的副总裁是一位爱主的弟兄。从1993年4月的第一个主日起，我们约10个家庭开始了在 Orange Avenue Cupertino 基督徒聚会。当时全世界服侍的传道人只有余弟兄一人，经验、恩赐、能力、人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但心中最有把握的就是神亲自的带领和一心讨神喜悦的单纯心志。也正因为这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爱主热诚，才得以在开工期间各种艰难与考验下，靠着主的恩典与怜悯，一步一脚印地翻山越岭走过来。在这段开创期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福音工作。当时绝大多数新加入的会众都是我们借着传福音而带进神家的。今日在我们中间肩负重任的领袖有好几位都是那段时间传福音所结的果子，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在别的教会服侍过，但个个却都忠心事主且深爱神的家，这是我们特别要感恩的事。另外有几件值得一提的事。一，周五小组聚会起头只有两个小组，包括一个由余弟兄亲自带领的福音组，并且在往后的20年之久，每3个月我们都有一次全教会的福音聚会。二，于师母于1998年年底蒙召成为教会第二位全时间传道人。三，儿童事工及青少年事工都属草创，但是人数曾经到达80余人。青年事工的 Rainbow 团契和以琳团契也在这段时间开始，全教会致力于下一代的传承。教会从公元2000年开始，因为在 Orange Avenue 场地逐渐不复使用，决定在 DeAnda College 租用学生中心作为主日聚会之用。周间聚会及办公室仍然在 Orange Avenue 的老会所。原有的会所在主日聚会时间则先后分别免费借给了西班牙裔及韩裔教会使用。当初寄居 DeAnda College 时，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长达7年半之久。也因为是寄居，每周都得用卡车来搬运聚会所需用的物品。这段时期是教会成长相对缓慢的时期，虽然在本地的聚会越来越困难，但是我们教会网上的信息在这段时间已经开始广传，开始了国度服侍的雏形。因着 Orange Avenue 旧会所不够使用，以及数年来租用 DeAnda College 造成许多不便及额外的服侍，我们开始寻找一个新的场地。2004年5月，神赐下清楚的命令和应许，要我们去买下位于 Bowers 大街的场地作为新会所用地，地点正在西谷高科技中心的心脏地带。5月24号早晨，
当我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主很清楚地给了我们新的命令，叫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而且神应许我们，神要用他的荣耀充满那一块地。所以这是我们最新看到的一个场地。那么在这过去将近两年的里面，我们每一次为着新出来的一个场地祷告的时候，主没有给新的话语啊，一直都是根据我们过去主给我们的应许。但是这一次主非常清楚地命令我们，叫我们立刻上去。我们清楚明白神的应许与托付，明白高大的巨人与挑战的艰巨，也明白必须不断以信而顺服来回应。一开始众人欣然领受应许，同心立刻上去，但在这得地为业的过程中，却发现困难重重，而且一波比一波更为凶猛。周围的大公司不愿意我们进来，政府不愿意发放使用许可证给我们，连续12次打回我们的申请。卖方怕我们筹不到钱而不愿卖给我们，但是神又赐下应时的话语，叫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没想到我们在日夜不停祷告的时候，卖方却把这块地卖给了别人。在众人彷徨的时候，主又赐下了应时的话语，告诉我们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奉主的名叫他把地再交回来，持续祷告了一个半月之后，这块地果然又重新回到市场来。成交的那天，负责财务的弟兄在最后一刻冲进产权过户的办公室，满足了最后需要付的钱款。信实的神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了他的应许，这块地也正式地从世界的王手中转交到我们神儿女的手中。接着就是要经过公听会来取得使用许可证。第一次公听会没有投票，第二次公听会投票赞成和反对各半，到了第三次公听会，也就是最后一次的公听会之前，市议会的议员们事先开会协商了全体反对。我们仍然以祷告呼求耶和华，也在信心中仰望他亲自来成就大事。原本一场严峻的公听会成了荣耀神的见证聚会，满了神的同在。投票结果5-2，我们拿到了得之不易的使用许可证。过了2个星期，市议会再以全数通过作为最终投票结果，神得着了全胜的荣耀。全教会大大小小都面临了信心的试验，随着时间过来，很多弟兄姐妹对神的信心都大大的提升。从前是风闻有神，这次是亲自的经历神。从人看来，这是一场必败的战役，但是神是借着买会所的过程建立了他的教会，使微弱的我们经历了他的得胜。将会与我们同在。
转眼之间又过了15年。这段时间是教会最能全力从事建造的时期，不仅得救与聚会的人数都在稳定中不断的成长，侍奉的范围、聚会的品质、属灵的力量、侍奉的态度和弟兄姐妹的生命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会所的建造为着神在 SVCA 持续属灵的建造开了一扇敞开的门，每一次受浸聚会都有许多美好的见证。连续好几年的时间，圣灵在每年的劳工节退休会都有美好的工作，不仅有许多位神的仆人陆续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众人属灵的胃口和度量也都有明显的进步。在神的带领和许多圣徒的鼓励和催促之下，我们于2008年开始了以圣经为基础，以基督和教会的见证为目标，以生命的追求和侍奉的建造为具体实行之路的香柏木培训中心，盼望把神在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和托付与各地的圣徒分享，也借此扩大我们在神国度里服事的度量与功用。借着伯逊的服事，我们所得着的祝福真是远远超过了我们所付出的。正如主耶稣所教训我们的，给就有给你的。2019年，我们开始了赛特计划，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下一代教育事工，从5位孩子、2位老师开始了，盼望这是神为我们开启的另一个平台，纵向地借着属灵的传承来扩展神的国度，不向这个世界妥协。2021年11月，经过多年的祷告，我们在三谷地区开始了第一个分堂。在全球的疫情期间，这又是一个信心的跨步。一年多下来，我们看见神对这间分堂的祝福，不仅人数稳定的成长，弟兄姐妹也同心高举基督。2022年劳工节退休会开始，神就陆续把蜕变、突破与复兴的呼召赐给我们，不仅对个人如此，也是针对教会整体。即使全球疫情之后及各种高科技旋风般增进的时代，我们的信仰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而神对西谷基督徒聚会的呼召是一如以往，也是与日俱进的，就是要我们凭着信心、忠心且同心地跟随他的脚踪行。虽然仇敌的工作及挑战都是真的，我们无论是个人或教会整体，都有许多的地方需要不住地更新、成长与突破，但是神的同在与圣灵的大能也会更真实地透过我们带来复兴，甚至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带给全球各个教会很大的冲击。我们也有一年的时间无法实体聚会，但是我们的宣教不打烊，福音不打烊，各种线上聚会的参加人数都大幅增长。2021年4月4号复活节，我们在教会后花园有一次令人难忘的户外聚会。Who shakes the whole earth? Who shakes the whole earth with holy thunder and leaves us breathless in awe and wonder?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Sing it.
it out to him, church.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unfailing love. That you would take my place. That you would bear my cross. And you lay down your life. 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么多地方不像耶稣。In our lives, there's so many areas, so many aspects where we are not like Jesus. 在我们这么多的生活里面没有基督。And in many, many areas of our lives, there is no Christ. 那都是我们的未得之地。Those are all lands that we have not yet possessed. 我们怎么样子趁着机会还有机会把未得之地变为脚掌所踏之地。How do we take the days, the opportunity that we still have, and tread upon those lands that we have not yet possessed?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因着基督内住和基督的替代。And how do we allow through the indwelling of Christ, the replacement of Christ?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基督在我里面长大成熟，基督成形。That I may experience the maturing, the formation of Christ in me. 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和荣美。And when people look at us, they encounter us, they encounter Christ, the beauty of Christ. 你不用讲，人家就知道你是基督徒。And to the extent that you don't have to say anything, that they would know you're a Christian.And you lay down your life that I would be set free. Oh, Jesus, I sing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Amen. This morning, let's sing out, Worthy is the Lamb, Worthy is the Lamb who was slain.感谢神，让我们短短的十几分钟走过的30年教会蒙恩的历史。我相信我们所有人看到这段的录影，我们心里面对神是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敬拜，因为实在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亲自的带领，他亲自的保护，然后他的祝福，让我们能够走到如今。喜乐公义和自由不变的爱，无限神光平安。我们在这里敬拜他，因为他实在是那位伟大的神。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蒙了他的恩而成。”这个教会正是这样。那我想，不光我们为了过去充满了感恩，带着喜乐。同样的，我们也相信神在我们中间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还有更多的祝福要赐给我们，也要借着我们来服侍给这个世代。他在我们身上也还有未完成的旨意，未完成的托付，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更加的谦卑，大家同心同命同心同前途的来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来。我想在这个教会我们多次讲过了，我们不光要有拓展，也要有传承，好像十字架一样，横向受到我们的拓展。我们不光在社区，在湾区，甚至借着网络施工，借着博讯的平台，我们希望把神在我们中间的恩典能够向外扩展。同样的，纵向的传承，我们不光借着主日学，借着青少年的服事，我们也借着赛特计划，借着各样门徒的培训，我们希望下一代的孩子或是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也都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装备。这是我们讲到纵向的传承跟横向的拓展，这是神在我们中间继续要做的。那么关于我们现在呢，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感恩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更新对神的奉献，又愿意把我们整个教会放在祭坛上，愿意成为神手中可用的器皿。同样的，我们也希望主在这里更新我们对他起初的爱，不会因为服事，不会因为这个世界，让我们失去了对主该有的爱。然后更希望圣灵在这里充满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带着上头来的能力，一起在这里同一心灵高举基督，同一脚中来拓展生活。感谢主。慈悲复活，完全圣灵。我心坚信，我罪已完全解决。耶稣是我永远的遮蔽，我锁链已脱落，我自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